们，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梦回江湖。由大宇游戏所推出的梦回江湖网页游戏，特别请到魏曼担任华山派女侠，她以古装扮相出场，性感指数破表。这样算大露乳沟还是小露乳沟呢？这样算小露啊，对对对，然后觉得自己就是有可爱啊，然后旁边有一些荷叶边啊，有可爱，然后又有露蛮腰，然后就是又有帅气的感觉，所以我自己蛮喜欢的。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的那些电影啊，然后就常常幻想自己是侠女，然后可以降落在那个学校教室里面，然后觉得自己是成为大家众所瞩目的焦点，所以我觉得扮古装一直都是我的梦想。大宇游戏他也特别在游戏里面设计的那个 NPC 的角色也长得跟我很像，头发长度啊跟我本人很像，对，然后听说玩家在里面也可以跟他对话，对，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特色。这款游戏以360度全视角旋转，梦回江湖的三大门派各有其特色，同时魏曼也将出现在游戏当中，让玩家增加更多的趣味性，就可以与魏曼一同共享争夺霸主的乐趣。